这盘棋我们看的是元朗荣华杯啊，第三轮比赛了。红方草原里，黑方是陈辉宇。红方先发制人，黑方可以走炮二平三反制。上马的话有点着急啊，到这儿的话还是要考虑拆炮，把象连起来。上边马的话就阵型差了，那飞边象的话你抓，吃吃完之后退一步，那这个马被制住，那这里容易被攻。现在拆炮的话，那红方抢占中路去了。他打一步是希望这个兵五进一啊，然后他就退了一步，不管你，然后你串打，他这边是踩掉，吃打完之后就踩一先手，那一抓想先接后去，到这儿的话会马一蹬啊，现在他就换掉了，吃踩完之后抓炮，到这儿对杀啊出来，现在围着炮，他过来吃这个补一个，那么对方逃啊退车，硬是要把这炮抓死，没有办法。他想吃这个子啊，偷袭人家不给机会，这样走的话，那吃完之后将军老帅出来，吃将军希望从边线啊侧面护啊，上马就看住了，对方没有棋啊，到这儿的话这个棋啊将军现在就更稳妥了，吃然后这个棋上马准备反杀将军、啊、对方到这儿已经招架不住了，将军接下来这个棋、啊、将军破势就看红方怎么杀了啊，下一招一点将可能就受不了了，所以大势已去啊，对方认输，这盘棋残一点获胜。